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金针菇 mushroom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读一下《植物大战僵尸二：改变未来》。第一，哐当哐当，尼里恩农对不起了，警报，培植场压力过高，请立即关闭系统。咔咔咔！警报！警报！实验室遭到严重破坏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实验室刚才还好好的。尼里恩农，尼里恩农怎么不见了？救命！别吃我啊！轰隆隆，咚！博士，快走！吼！轰！啊，海底也有地震吗？最近海底经常发生地震，而且一次比一次强烈。无敌帅僵尸号离开地球的时间节点就快到了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必须赶紧阻止智慧恐龙去贝塔星，才能改变地球的未来。改变未来？你们说的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？因为啊，是受惊的肖尼鱼龙在撞击我们的潜水艇，好大的鱼龙！轰！啊！糟糕，潜水艇尾部多处漏水，难道我们都要喂鱼了吗？结果，你快去后舱看看！咔！哗哗哗！好多地方漏水呀！看我的！嘿！哗！我赌五坚果，你没事吧？那鱼龙又在撞我们了，坚持住，我们就快到目的地了。咚，咣，咣，总算安全了。哗，哗，哗。那肖尼鱼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肖尼鱼龙是鱼龙的一种，最长可达21米，算是三叠纪晚期海洋里的巨兽了。这么大的个头，一天要吃掉多少鱼？由于肖尼鱼龙的牙齿很小，不适合撕咬，所以它很可能不爱吃鱼，而是以吞食鱿鱼或其他软体动物为食。真是不挑食，不像我，从来不浪费任何食物。大家快跟我来吧！怎么会这样？这好像被洗劫了一样。什么声音？好像是恐龙。咚咚咚！大家快跑！这是三叠纪的顶级掠食者尼里恩龙，我们怎么到哪儿都要被追呀！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